Savannah. Have you had Savannah? My little question get hot soon. What's hello?怎么又是秋葵阴魂不散的？镜头别拉那么近，我不好意思。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饭，但是不包括狗粮。怎么妈妈还没回来？老头喂饭让我没办法好好发挥。我也在等母老虎回来，和他讨论一下换老婆事情。交换场地，都是空盆。买的口粮到货，有兔心、鸭胗、鸡肉、鸭肉、沙丁鱼，全部称好重量，分装掉。盒子上贴好名字，拿起来方便。按照体重配比每人的量，蔬菜就每天买新鲜的。我们吃什么？他们也吃什么？分装完，先把明天的上锅蒸。明天早点给他们吃饭。中午回来，我要给美丽洗个澡。我们今天的晚饭：油面筋、塞肉、青蟹、盐焗鸡、凉拌黄瓜、西兰花。晚饭后，他们又开始打闹。看现在这个融洽样，能想到白天又干架了吗？白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的，反正美丽受伤了，眼睛下面出血了。你又让我破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昨晚我被你吓尿了。看来今天要好好教训你。玩得真是开心，发财索性躺地上不动了。